大家好，我是如哥。现在我们农村里啊是越来越好了啊。我们这里有一户人呢、修这个房子出了500多万啊，修得很漂亮的别墅式，周围都是花园，这一栋楼的这个大门都做得很好的，都是大理石的，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房子真的修得很漂亮啊，在我们农村里能花500万修出这样的房子出来的人真的还是很少，不管是设计方面还是哪里都有点美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如果的话可以在下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